还没拿东西，怎么了？啊，扑绕了一圈，从哪跑出来？我刚刚走出来，他先说，他没有拿东西，我也没讲话。Second round，别奔！加加加加！很好很好。哎，他这个字怎么那么小？我不知道该如何去，我早就速度飞。这个吗？Oh my god！哇，大哥好快哦！好，其他人啊！Go！走到底，左边往上直冲。哦。哦。有把握吗？自信满满哦！眼睛小小的吧？这个是什么？可是我跟你讲的是真的啊！对，你知道吗？想法吧？我看过，去，但我忘记了。好，好像是个有钱的打扮。他好像知道哎，才他感觉应该知道吧？刚刚的状态是不是就是说这边回来很快？对，但有用吗？没有，没有，还是要对。对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输那么多，大家以为输了嘛？嗯，对。跑回来什么意思？他没拿东西哎，怎么了？啊，我绕了一圈，又从那跑出来。左边，把它放在身后面了。还想梗啊，想梗！你要想，我就跑过来呀。我今天还想梗呢。我刚刚难得看他使用梗呢。等一下，我刚刚走出来，他先说他没有拿东西，我也没讲话，开窍了，我刚吓了一跳，哎，很自然的，超自然的，没见过，他都没见过，吓到，有啦，吓到，没有，没有，有啦，有啦，有，有什么招？下一次，下一次，哎。有哎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我们气势起来了，哎，对，气势起来。每天都影后的教导，对，对不对？当然就是不是，我每一次都是输的，在那边要想梗，所以当然要好好想一下。哦，对，回来啦。哎，你有看过这部戏吗？挡着，挡着，挡着。但是为什么你们都会知道？有把握吗？这太简单了啦，太简单了。好，这部我没看。好，先看你的，一二三。哎，这一部你真的没看。好，一二三，恭喜2-0。哇！这个我知道是演什么。宋仲基的吗？这演什么？W 世界。还有皮诺丘，说不定等下有这个题目哦。对呀，哦，很有讲了，这个你又在破题，你在狂讲。好，OK，第三棒，请准备，两队一分，加油！很快，你看，一只手放这里。很快，你要不要弯的？对，还有好了。好，字拿，字拿。他知道，他知道。而獒犬比较占优势，因为它的耳朵很适合戴眼镜。不要笑，不要笑，怎么点呢？他也觉得有道理。可是他耳朵折起来了，快点去，还在那斯文的拿下来。对啦 ，Kid 这样，对他昨天好安静，这该赢一分了吧？
这部我没看过哎，哎，是这个吗？盲猜，盲猜。我这是猜的。哎，好，应该是哈。好，先回来了 ，OK， 他很有自信呢。我没看过这个，哎、欸，来一二三，嘿，李毅啊，丁轩，丁轩，哦，怎么男的？哎、欸，都不对啊，宋哪里？哦，我靠，女主角、啊，这个就是新元桥那边那个女生啦、啊。有看到，对啊，非常律师，哦哟，哦。